Hello， 大家好。上一期呢，我给大家介绍了我们的400万全高清智能摄像机 C22Q。那今天呢，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款200万智能摄像机 C26S。我们一起来开箱看看吧。它里面呢有一个双击，一个电源，还有一个机架和一些其他的配件，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智能摄像机 C26S 了。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它，它整个造型是非常的可爱小巧的。那我们现在就来体验一下它吧。我们先把电源插上，等它自点十几秒之后呢，我们就可以开始绑定连接了。打开 iPhone APP， 点击右上角的加号，然后扫描机器下方的二维码。进行无线声波连接，输入 WiFi 密码。好了，已经绑定成功了。刚开始绑定摄像机的话呢，它的摄像机是初始密码的，我们要自己进行修改，点击修改，然后前往修改，输入新的密码。提交就可以了。它现在呢已经连接成功了，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它整个拍摄的画面是非常清晰流畅的。你可以按你自己的需求去选择，这里有极速、普清、高清三个清晰度可选。选择高清是200万像素，200万像素对我们日常来说是足够清晰的，而且它可以远程云台操控，上下左右去移动云台进行监控。当你想要知道画面里的声音时，可以点击耳机这个图标，就可以开始监听功能了。想要对着视频那一头说话时，按住麦克风图标，就可以进行双向语音通话了。这个按钮我们点进去看一下，就进入到了这一个页面。这个页面上有一个 AI 报警的功能，我们点进去看一下。 AI 报警的页面有运动侦测报警、人形追踪、人形框定，还有离感侦测、哭声侦测、烟感声侦测。我们现在来开启一下它的运动报警功能，把里面的人形侦测开启，把灵敏度调到中，然后提醒方式选择客户端提醒，就可以在 APP 上提醒我们了。再开启其他的人形追踪、人形框定功能，然后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它这个功能。当它检测到人形的时候呢，它镜头会转动跟踪和进行人形框定，并且把报警信息推送到手机 APP 上。好了，这款 C26S 200万高清智能摄像机的介绍就到这里了，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上面的二维码去官网看看哦，拜拜。